又是一个背包，要离家出走了啊！再见了，我的家，这是我的祖屋啊！父母曾经在这里，我们小时候也在这里生活过啊！今天去英国，再见，拜拜。以后到这里租一个房子啊，住一段时间，实在是有点喜欢这个地方。Turn left onto Rue de Sagone.
left onto Key Trudain, then turn right onto Rue Edouard Lavoine. In 50 meters,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fifth exit and stay on D925.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美丽的法国，靠近瑞士的地方啊。这个在我看的应该是法国最最漂亮的一块地方了啊。我开车啊，开到这个地区，我就发现它这个风景啊，这个风貌跟瑞士是非常非常接近啊。它的自然风光非常的漂亮啊。当然，今天我不是来讲这个法国是多少的美啊，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啊，应该是前天晚上坐船从英国出发啊，这个5个小时到了这个 Dieppe，
Dieppe 这个小城市，然后呢开车从这个海岸一直到整个横穿，整个横穿法国，到了这个靠近这个瑞士的这个地方啊，整个是700公里啊，沿途非常的美丽啊。原来是想坐2天开的，结果呢就是开始是2天开就慢慢开嘛，这个700多公里、800公里，那么1天开400公里，想的可是绰绰有余啊。但是开始选这个道路啊，是叫做这个免费道路啊，就是个小的路。我跟大家再说一次，如果你们到法国来，不是为了看乡下，不是为了专门要到乡下去的话，千万不要走小路，或者换一句话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而走小路。因为法国这个公路啊，修得非常非常好，真的在法国开车就是像公路的天堂一般的美，一样的舒服啊。虽然是有费的道路啊，但是呢它沿途很多很多的休息站，每隔这个10公里、20公里有一个休息站，休息站有这个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这个厕所啊、水啊、啊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你做饭吃的地方，这个小这个桌子椅子都有。法国开车最最舒服的啊！昨天我从英国过来以后，从 Dieppe 一直开的这个叫 Chambéry 这个地方呢。总共的费用我估计大概是在60到70欧元啊，我没有详细计算，70欧元吧，算是。但是呢，非常值得，非常值得。你如果走小路的话，一个是会带很多的时间，还有就是有危险，很多地方都是，带着你走那小路啊，交通非常的拥挤啊，事实上不安全，而且。你多开一天车的话，事实上油钱也值不了了，对吧？你看昨天我是从英国灌满油，一车油我就可以到这里，700公里，我一这个一桶油就到了。你如果走2天的话，你要多加一桶油，事实上你要多加差不多70-80欧元的这个油，所以这个油钱也回来了，你要省很多时间。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到了法国来，只是从 A 到 B， 只是为了赶路的话，一定走高速公路。好，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啊，从这个 Dieppe 到 Chambéry 这个整个横跨这个法国的啊路上的美景。OK， 谢谢大家，再见，拜拜，耶、yeah。